我是观光列车长的110年7月19号特别节日双黄线连线南京复兴站19:32，所拍摄是329次哦，开往松山的高音量系统刚刚实现哈。329次往松山，今日台列车往松山，开启车门。329次，开往松山的 C38 型451编制，来，南京复兴站的门关闭车门，关闭车门就那，拜拜。